go woo-hoo. Said you look crazy, thank you, baby. Out and I'll see you on the old nest. CJ Workshop 的明星产品已经创下800万令吉的销售神话，在我们的顾客群当中望中选一，品质保证的热销商品，没有之一，只有唯一的 Mugen 冷风机。CJ Workshop 最高人气的冷风机，今天我们隆重带给您2019地标最强的套组。大家好，欢迎来到 CJ Workshop， 我是佳琪。大家好，我是 Bucky。今天呢，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明星式的带出我们九大人气商品之一，其中一个明星商品就是我们的 Mugen 冷风机。真的，同时呢，在这两天里头呢，我们会一一的介绍给大家我们九个最大最畅销的产品。还有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我跟你说来头不小，不简单。因为呢，它就是已经创造了销售神话的800万令吉的 sales 呢。是的，所以你看一下啊，今天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啊，我们的人民评选之一呢，卖的最好的这个商品呢，只能够跻身在我们这两天这个周末的九大商品之一。是。那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除了说是人气商品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地表最强的套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啦。Wall Star， 百里挑一，万人之选 ，Wall Star 明星产品限定直播 ，Wall Star 品质保证，信心所在 ，Wall Star Monster Choice， 10月26日及27日，一连两天现场直播，以更豪华的套组，更特别的优惠呈现给您，把握机会不容错过 ，Wall Star 开启品质生活。哇哦，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 Wall Star 是百里挑一万人之选 CJ Workshop 的明星产品，品质保证，信心所在。真的，今天呢就是我们 Mugen 的神奇款的冷风机哦，它创下了一个800万令吉的销售神话呢。天哪，你看太厉害了吧！最重要是什么呢？ Mugen 升级版的冷风机更强大、更凉爽，带给你的是凉爽的清风，加水制冷，保湿又净化。真的，同时呢升级不加钱，坚持更实惠呢。它灵活移动，任何空间都可以使用，还有哦，节能省电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哦。今天给你的完整套组，除了说我们的冷风机之外呢，还有两个冰盒以及我们的遥控器。哎，不简单，今天我们还有 extra 的赠品，那就是我们的冰盒、万能工具箱，还有我们 USB 捕蚊器呢。哇，你可以看到吗？是一连3个赠品送给你哦。市价呢，一台我们的冷风机459令吉，之前在 CJ Workshop 呢是289令吉，但是今天在我们的 Wall Star 的整个 campaign 当中呢，再给你降个20令吉，只需要26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走，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哎，佳琪啊，佳琪，我告诉你哦，现在是吗？每一天都在下雨。是。当下雨的时候，是不是我家里有老人家？对。也有小朋友。他们每一个都告诉我，哎，晚上开冷气机了之后是吗？老人家就觉得，哎呦，有一点湿湿的，有酸痛，有湿湿的感觉。然后小朋友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上呢，他们的喉咙非常的干，干，因为一开了冷气之后是吗？出来的那个怎么讲风是冷的风。还有还有，每一天下雨，你开冷气，做梦。有这么多钱，不要再给电费了啦！真的，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呢，如果要更节省电费，但是又可以达到这个凉爽的效果的话 ，Mugen 冷风机绝对可以帮到你。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明星 number one 的产品，也就是呢 Mugen 冷风机。今天的 Mugen 冷风机，你可以看到整个体系和外形呢是非常的时尚，而且呢移动是非常的灵活，因为它大小是刚刚好啦，不会像一些比较笨重的那个冷风机这样子哦。
好，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你可以看到，除了说外形呢，外面是非常的一个时尚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下面它有这个滚轮嘛，所以滚轮的话呢，今天呢你要推去哪里，包括说在厨房啦，或者是在我们的室外啦，甚至是在我们的客厅啦、房间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跟你说，我们的这个明星产品呢，它很棒的地方在哪里呢？很多人很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上面呢，它有很多不同的遥控的一个指令哦。这个遥控的指令其实也是非常简单而已。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当然我们开关的一个指令啦。然后第二个呢，这个呢，就是有我们 speed， 因为呢，我们是有三档的一个速度，包括说 L、low、M， 中间就是比较 medium， high 呢就是比较高的一个风速啦。然后呢，这边呢还有预约定时的一个就是我们功效啦，比如说就是你今天要睡个八个小时，你就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小时之后它就会自动关闭，更加的省电。而这个呢，就是呢我们可以把风左右摇摆，因为呢这个就好像风扇这样子啦，所以呢非常的方便。而这个 mode 呢，就是有 night mode 的时候呢，你按一按，可能呢它的风呢出的就会徐徐的，让你睡得更加的方便，而且呢它不会这么的吵。好啦，就是不会吵到你睡觉。最后一个很重要，这个呢就是制冷的一个功能啦。比如说你加了我们的冰盒进去之后呢，你只要按一按这个按钮，它出来的风呢就会更加的冷。真的，同时我告诉大家，另一个我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懂吗？它不只是一个冷风机哦，其实哈，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后面这个呢，它这里是有一个 filter 的，然后这个 filter 呢是非常容易打理，你懂为何吗？因为你一这样子开的时候，你看啊，这样子拿出来，你就可以拿去清洗了，非常简单。清洗了之后呢，你洗了之后是吧？拿来弄干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装回去。但是呢，装回去之前我要告诉大家啊，你看到这些密封的这些 filter 吗？对，就说所有那些怎么讲灰尘啊，还是一些细菌啊，全部会卡在这边。然后呢，我告诉大家，当我你这样子装回去的时候，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装，只要一卡。它就可以了。是的。还有看到下面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水箱，里头是可以放成五厘特的水。这五厘特的水呢，其实非常容易。你懂为什么我们要放水吗？为什么？因为呢，如果我们放水的话，是不是它可以让我们保湿？啊，它那个风吹出来呢，它有水的分子。对，但是呢，因为今天我们还会送你我们这个冰盒，所以说如果你要吹出来的风是冷风的话，是不是你就把它放进去里面？其实我们今天哦，哎呀，通常只有两个，但今天我们有三个给你，把它一一放进去里面。还有呢，我告诉大家啊，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有香精，水性的香精，就是说呢，我告诉大家哦，如果呢你要把它就变成好像那种 aroma therapy， 就是好像薰衣草的味道啦，只要你滴一滴一下子，哎呀，滴下去里面，然后之后把它这样关起来，我告诉大家。八个小时里头呢，你整间房间就是香香的，是是，然后冷冷的，睡的时候好非常的舒服呢。OK， 我跟你讲说，很多人会讲说，因为现在是雨季嘛，这雨季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讲说，哎呀，我不需要，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说，其实下了雨之后呢，会更加的闷热，对不对？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讲说呢，下雨之后呢，其实呢，它的那个就是温度呢，它会直接的在更加的就是把它降温对不对？是。但是降温了之后呢，其实热度再来袭的时候，你会更热。那很多时候呢，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就是进行一个就是冷却的效果的话，你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就是冷风呢循环。然后你看一下，现在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呢吹的一个距离。可以去到多远呢？因为很多人会怕讲说，其实我的怕这个它的距离不够远的话，我都吹不到。你看我这里还是可以吹到那个冷风，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到底有多远呢？差不多就是35公分这样子，差不多是一寸长啊，就是差不多有13.8英尺这么远哦。真的。同时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不是冷气哦，这是冷风哦。是的。还有，因为里面是有水嘛，对不对？所以你
你一直都会保湿，所以呢，你不用怕你皮肤干燥。皮肤干燥的话，你每一天呢就要买一个怎么讲，买那个 moisturizer。但是这个你不用买 moisturizer 了，真的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想说，今天呢269带回去的话，究竟会做到什么东西呢？我跟你说，269令吉呢，就是今天呢，其实呢，它可以达到就是快速降温的一个效果之余呢，它不会让你的整个室内呢就是非常的干燥，所以呢，今天呢你吹到的这个冷风呢，其实它是有这个水的分子在里面的，就可以保持一个湿润度在里面。当然，今天你看一下 Bucky 那边那个跟我这边这个比起来，我告诉你哪一个比较漂亮？这个哈是那种传统的嘛，对不对？我跟你讲，价钱又贵，然后又很笨重，你懂吗？你看，哎呦哇！这很要很小心吧，我跟他讲，因为呢这样子的话是吗，如果你呢你在家里啊，你只是可以吹一个方向的话，你要把它摆来摆去太辛苦了。同时我告诉大家，另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主要是要省电，对不对？因为呢，那个是冷气机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今天它的耗电量是多少呢？可以看到就是667这样子哦，667瓦特的话，你想一想，你晚上一开8个小时，所以呢，其实呢，你用到的那个钱哈，已经全部烧在那边了。但是今天呢，你看到我们 Mugen 同样呢，也是一个呢，就是相差差不多有10倍，因为呢，它是差不多66.51而已。大家要注意那个小数点哈 ，OK， 因为呢那个小数点哈差别很远，很远呐、啊 OK。我告诉大家，你在家里是吗？你用我们的 Mugen 的话，一你可以省钱，二我告诉大家它非常的轻易使用，同时它是我们最大九个里面最有名牌的一个什么产品。是，但是最主要是什么？价钱多少？陈佳琪，这个呢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一定要买，是因为呢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降价，因为呢之前我们是卖289令吉，比起外面呢459已经省了很多，对不对？但是今天呢首次降价，降个20令吉给你，只需要26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的冷风机给带回家了。真的，同时如果你是在上网购买的话是吗，你还有一个5%的哇购物积分，还有哦，我们还可以有一个14零级的折扣，非常非常简单，只要你上网 www.cjwatch.com.ny 把它购买回来的话，我们这个 Mugen 就是你的啦。Wallstar 百里挑一，万人之选 Wallstar 明星产品，绚丽直播 Wallstar 品质保证，信心所在 Wallstar Wallstar Choice 10月26日及27日，一连两天现场直播，以更豪华的套组，更特别的优惠呈现给您，把握机会，不容错过 Wallstar， 开启品质生活。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这个 Wallstar 呢，就是百里挑一万人之选的 CJ Wallstar 明星产品，因为呢它品质保证哦。是，推荐给大家我们 Mugen 升级款的冷风机哦，它创下了惊人的800万零级销售神话来的耶。是的， Mugen 的升级款的冷风机今天给你完整的套组，里面还包括我们的冰盒两个以及我们的遥控器啦。哇，同时呢我们的赠品很多了，有冰盒啊，一个万能空气箱，还有一个 USB 捕蚊器呢。有史以来最大的套组，但是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价格方面降了再价，第一次呢降给你20令吉这么多，269令吉而已。是，你上网购买或者手机 app 购买的话呢，我们还会给你一个5%哇购物积分，就算你改天再购买的话呢，还有一个直接14令吉的折扣。是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马上拨打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吧。虽然说是雨季啦，但是我跟你讲，我晚上还是开冷气睡觉的。你知道吗？开冷气睡觉的时候，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太冷啦。但是呢，整个脸呢就是干干的。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到底要怎样省电费呢？其实呢，只要把冷气关掉，就已经省了一个月可能说200多-200块的这个钱了。真的，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把冷气关掉的话，你用家里普通的一个风扇的话，也是不是一个怎么讲，不是一个效果了。是。因为你这懂为什么吗？一还是热。二
二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他们把手放进去，哎呦，哎呦，很危险，很危险的嘞。真的，所以你看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冷风机呢，它虽然不是冷气机，但是呢，我觉得说它可以达到跟冷气机一样的效果，因为它出来的那个风呢是冷的，所以让你更加的凉爽。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放在这个房间里面的话，哎，房间里面如果有热空气的话，一定要有冷空气来循环的话呢，它整个那个气温呢才会降温。是，但是我们一直讲哦，冷气、冷气、冷气。你看，我们现在哦，它吹出来的那个气是吗？其实因为它整个房间这样子循环呢、啊，同时呢，它吹出来的那个风哦是有湿的哦，有湿气在里面。如果当它有湿气的话，是吗？一，它就是对说你的皮肤不会干；二，你吸进去的那个空气也不会干。然后我跟大家讲啊，这样子你看，我们把已经就是说跟它跟普通的那个电量来比较，你看我们这个好便宜嘞 ，estimated charge per month 只需要6.08嘞，10倍耶！所以呢，一般冷气机你用65块的话呢，我们才用6块多，甚至是你是用跟风扇来比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啊，有没有？对。所以呢，你今天可以看到说是什么呢？今天呢，这个呢用电量呢，它是非常非常的省电的，加上呢，你看到我们这个储水量是有5公升这么多，它里面加水了之后呢，你只要把那个冰格放进去，就可以达到那个冷风的一个效果啦。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它有5公升的水量的话呢，其实它可以搭汗就是差不多8个小时这样。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你不要再想了好不好？因为呢，只有这两天，我们这个 campaign 是特别给大家的。是，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两天呢，我们的套组特别特别大，你懂为何吗？因为我们今天的套组来看一下，我们首先呢有我们这个Mugen升级款的这个冷风机，同时我们还会送给大家2个这个怎么讲啊、冰盒，还有我们的遥控器。但是呢，今天我们再送你多一个冰盒，还有哦，我们还会送你这个工具箱哎。是的，这个工具箱还不止哦，还要送给你一个 USB 的捕蚊器啦。等同于说呢，今天你会得到是3样赠品，平时呢就只有2样赠品而已。所以今天呢，你又得到了另外一样赠品，是不是很划算呢？哇，超级划算之余呢，因为这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哦，所以呢，很多人都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评价，比如说我们的 Vivian 呢，他就说这台冷风机很实用，相对市价来讲真的很便宜哦，无论是在客厅看戏或者睡觉都很好用。灰放就说呢，风力很好，然后再还有这个夜间模式，所以呢，使用之后还帮助到他的睡眠哦，皮肤不干燥，而且呢，早上起来喉咙也不会觉得很干。那这个就是我讲的，它跟冷气机不同的地方啦。还有他说呢，这个冷风机的设计很轻巧，很容易移动了，你放在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风力也不错，放了冰块之后呢，感觉更凉快舒服。是，你发现到没有？他们三个人刚才所说的。一，他就是讲他非常轻巧，是可以把它摆来摆这边摆那边去都可以。对，二，它最主要是不干燥，对，因为它有那个湿气在里头嘛，有水分。当你水分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皮肤不会干燥？是，你的那个怎么讲？哎，你看，我们卖出31套了，谢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 Mugen 的升级版冷风机呢，我们是2019年地表最强的套组。新年快要到，大家知道新年超热的，是不是？所以现在赶快买回去的话，你又省下钱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269令吉的Mugen冷风机给带回家吧。哇哦，百里挑一，万人之选 ，Wall Star 就是 CJ Wall Shop 的明星产品，品质保证，信心所在。今天具有我们Mugen升级款的冷风机，创下惊人的800万零级销售神话呢。是的 ，Mugen 的升级款冷风机呢更强大、更凉爽，带领的是凉爽的清风，加水制冷，保湿又净化。对的，同时呢，它升级但是不加钱哦，坚持跟使用呢，因为它灵活移动，任何空间都可以使用，还有哦，节能省电啊，你看。今天呢，完整套组除了有我们的冷风机之外呢，里面还有2个冰盒，以及呢远程的遥控器1个。那今天很特别，因为我们还会送你一个冰盒，一个万能工具箱，还有我们 USB 捕蚊器，样样送给你。哇哦，市价459令吉，但是之前在 CJ Workshop 289令吉，今天我们再降给你20令吉这么多，只需要26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走。赶紧拨打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吧。
琪，我要告诉你，我们已经有好消息了，你懂为什么吗？我卖出了48套了，谢谢大家。哎，记得今天这个的地表最强的套组呢，大家都在抢，为什么呢？因为有史以来降价，有史以来给3样赠品这么多，而且呢，今天呢，比起什么时候呢，你要买的时候都更加的划算。今天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之一，也就是我们的 Mugen 冷风机。哇，你看到没有？感觉上非常时尚哦。是的，当然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今天呢，整个外形呢是非常的轻巧的，而且你看到外面这边呢还有一些图案的设计，有没有？而且它是白色的话呢，看起来就更加的时髦了。当然今天呢我们还附上了就是另外一个这个遥控器啦，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呢远程的时候呢很麻烦，还要走过来。当然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你要就是遥控它的话，或者是你要使用它的话，也是非常的方便。就来看一看上面好了。大家都知道开关很容易咯，就是要开要关，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3档的一个风速，3档的风速包括说就是 low、 medium 和 high， 所以呢你比较热的时候就可以转去最高的一个风速啦。这个 timer 也就是计时的一个 timer 呢，比如说你要它开个2小时，你就按2次，按2的时候2小时之后就会自动关闭。而 swing 呢很简单，就是今天呢它可以向左向右这样子摇摆，所以呢你在室内的哪一个空间都可以吹到冷风。而这个 mode 呢就是有夜间的一个睡觉的模式，比如说给小孩给老人的话都非常好用，因为呢它就是不会很吵，让你睡觉也睡得更加的好。当然最重要就是这一个啦，也就是 cooling 的这个 mode。 这个 cooling 的 mode 呢，就是如果你放了这个冰盒进去之后呢，你按一按这个呢，它出来的风就是特别的凉爽，特别的凉快啦。哎，其实我想问一下 Bucky， 就是呢这个 cooling 到底有什么这样好哈？那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样需要用到我们这个cooling，因为呢它是冷风机嘛，对不对？所以它吹出来的风是可以冷风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 Mugen 哦，它很像 Doraemon 一样，它样样都可以行动，你懂为何吗？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后面这个吗？这个其实是个 filter 来的，就是说它把里头那个这个过滤器呢，把所有里头那些肮脏的那些怎么样灰尘啊、全部啊都会卡在这里，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拿去洗掉，非常容易。或者你看到这个吗？就好像密封的一样的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那些怎么讲细菌啊或者一些灰尘啊都会卡在这里，但是这个呢你不用拿来清洗，这个用 vacuum， 非常简单，对， vacuum 就是 cum 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同时呢我告诉大家哈，其实你要安装回去也非常简单，这样子你看就可以了，非常简单。还有你看到下面这个吗？这个呢就是我们装水的这个盒，这个里头呢是有一个5ml 的这么深，5公升，5 liter， 哇，不只是一个5ml， 5 liter 这么深哦。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其实呢，你可以把我们所送给你这个冰箱哦，冰盒样样的放在里头。是的，今天我们冰盒不只是有2个，而是有3个这么多。同时我跟你讲啊，如果你要啊把它变成一个 aroma t e r a p y 的感觉啊，你就可以把一个水性的精油呢滴进去里头，哎呀，然后呢这样子盖着之后呢，我跟你讲，这样你吹出来的风不是有味道了咯？是，除此之外呢，它是冷风耶，真的。所以呢，等同于说你就好像在美容院里面这样子享受着这个冷风的吹袭之余呢，又有徐徐的那种香味吹来，是多么高的一个享受，对不对？当然呢，今天呢，很多人会讲说，哎呀，我最近呢就是雨季嘛，不需要用什么这个冷风机。我跟你说，雨季更应该要用冷风机，因为你不需要用到那个冷气机。家里很多人会用冷气机，可是你知道说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电费的耗量非常非常的大。今天呢这个不是冷气机，但是它是冷风机，而且呢这冷风机呢它的那个就是距离呢，哇，非常的遥远哦，好远啊，好远啊，好远。哇，我告诉大家现在感觉像是吗好像你在陷阱里头啊。但是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不是冷气机哦，这个是冷风机哦。佳琪你在哪里？我在14 feet 以外，14个脚以外，这么远的，真的。哎，你看吗？它一直还是这样吹过来，而且呢，我后面还有哦。所以呢，我现在吹到的那个风呢，还是有冷冷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它的那个就是送风量可以去到这么远的话，请问你家里的房间有这么大吗？也没有这么大，对不对？真的。所以呢，就证明说呢，其实它的那个自风量呢，跟那个送风量可以去到非常遥远。对，同时我告诉大家，它不只是可以去到这么遥远，刚才你有听到孔孔神没有？什么？它连声音都没有啊！真的，真的。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呢，就会睡得特别的安稳呐、啊。很多人会讲说呢，今天呢我要节省钱，但是没有想到讲说，其实第一个可以节省钱的地方就是家里的电费啦。对，因为呢小朋友呢或是老公热，一回来就是立刻开冷气了，对不对？嗯。但是妈妈每次跟他讲，你们不要一回来就开冷气，节省一点用电，他们哪里会听？真的，那妈妈我要给你听，我们已经卖出了55套了啦，谢谢你要赶快抢购哦，因为我只有这两天里头哦，只有这个套组哦。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哦，除此之外哦，今天我们这个套组呢，只要你是在抢购的话，你可以省钱。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省很多很多的空位。是，你看到我前面这个吗？哎、这么大的一个桶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把它放去那边，特别的重啊、欸！你要转的话也转、啊、很难转 啊！你要转去哪里？我的腰已经这里。我的腰已经很酸了啦，不转了，不转了。真的，同时我跟你讲哦，它也是很吃电的。真的，为什么我们讲它就是不省电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呢，现在呢，我把它这样子打开来，我这里呢也把它开到最高的，就是 L， 也就是最高的一个什么呢？我们的这个 speed 啦。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说，到底哪一个用电量比较多？包括说我们大笨象的，就是684.5瓦特。684瓦特啊，是的，685.7的瓦特。但是呢，我们 Mugen 呢，你可以看到那小数点是在80.6。OK， 所以呢，这个小数点很重要哦。如果小数点超过3个位数的话呢，它的耗电量就非常非常的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的一个大啦。真的。然后同时我也告诉大家，因为你这样子省钱的话是吗？哎，我跟你讲啊，你一又可以省钱。二，你看到没有？每一天8个小时用的电量啊，就比方说普通的冷气机的话，我们只是6.08，哎，你一个月就已经65.35嘞，差不多就是10倍这么多了。你想一下，你今天家里房间一台冷气机，客厅一台冷气机，而此的房间里面一台冷气机，3架冷气机晚上同时间开的话呢，耗电量呢是更高的。但是今天呢，使用我们 Mugen 的冷风机的话，就不用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啦。而且呢，价格是非常的实惠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之前在外面的话呢，你是看到459令吉，但是在 CJ Workshop 的原售价是289令吉而已。今天更加不得了，直接再给你减个20令吉，只需要26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的 Mugen 冷风机给带回去了。你说划不划算呢？你听到没有？如果呢你像佳琪这样这么板呆的话呢、你现在就会抢购了，赶快拨打我们电话码或上网 www.cjwatcher.com 把我们的 Mugen 抢回家。它是 CJ Workshop 的明星产品，品质的保证，信心的所在。就是我们 Mugen 升级款的冷风机了，你知道吗？它创下了惊人的800万零级销售神话呢。当然，我们今天的 Mugen 升级版冷风机给你最完整的套组，里面有包括2个冰盒以及我们的遥控器。那跟你说，今天这个还不够呢。今天我的赠品还加了一个冰盒、万能空气箱，还有我们 USB 捕蚊器，哇，3样东西样样送给你。哎，以前只是2样赠品，现在是3样赠品啊、当然就更加划算呢。原售价在 CJ Workshop 是289令吉，但是今天第一次降价了，降了20令吉，269令吉而已。对，如果你用我们的手机 App 购物的话呢，你还有一个5%的 WOW 购物积分，还有一个14令吉价值的一个折扣呢，不要再等了，现在拨打我们电话码或上网。www.cjwatcher.com 把我们 Mugen 抢回家。
有明星的 feel。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舞蹈表演呢？那就是为了要带出我们今天的 Wow Star 产品，也就是我们的 Mugen 冷风机。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Mugen 冷风机，我告诉大家，它真的不简单哦。我因为呢，它的 sales record 啊，已经变成一个 legend， 一个神话，你懂吗？800万零级耶！800万零级的这么这个销售量，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棒哦。对，而且呢，你看到吗？今天呢，就是呢，它有这个269令吉而已，已经是呢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价格。至于呢，我们这件赠品不是一样。不是两样，是三样，这么多让你全部给带回家。真的，同时我要问你一下，你现在呢每一天在家里开一台冷气机，不要跟我讲你家里只有一台冷气机，你家里应该是有3-4台吧，对不对？是三四台的冷气机哈，你每一天这样子开的话，哎，你每一个月的那个电费特别的高嘞。真的，哎，我都知道嘛，因为呢，其实我老公呢就是很喜欢哈，从外面回来过后呢，一坐到那沙发上面就是开冷气的，无论是外面是下雨天还是大热天，都是开这个冷气机。但是你知道吗？开冷气机呢，第一，我很怕很干呐。对。就有时候呢，我睡觉的时候会把一盆那个水呢放在我的床旁边那边，很麻烦，一手这样打到我，整个水就倒掉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冷风机呢，你吹到的这个风呢，同样也是好像冷气机这样子冷呢，但是呢，它的这个冷风里面就是有那个水分的分子，所以呢，它就可以保持你这个皮肤的一个湿润，你的喉咙也不会干干的。那我问你一下，我在家里呢有一个74岁的妈妈，妈妈是有风湿的，当她开冷气的时候是吗？她明天早上她跟我讲，儿子啊，我的这些什么讲关节做很酸痛啊，因为呢她会觉得那个冷气很干，那个冷啊风啊是弄到她这样子酸痛，你懂吗？是的，而且更何况你看到吗？今天呢，如果你是用冷气机的话呢，它的那个耗电量啊，如果算成价钱的话，65块多，但是冷风机呢只是6块多而已，相差了10倍。对，今天呢，我们用冷风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的？它可以循环我们整个空间里面的那个空气。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那个冷空气呢，就是会把那个热空气呢驱赶出去啦。真的，你看看一下，今天呢，我们就有我们星空的干妈妈，她在家里这样子的做，怎么讲家务？煮饭，然后煮饭啊，同时呢，她会觉得很热嘛，对不对？是。你看我们这个小朋友星空一直在后面在吹风这样子，真的。但是她会觉得你吹得够吗？对，你看一下，今天呢，孝顺呢，他就买了这个 Mugen 冷风机，因为它非常小巧，所以呢，你可以放在厨房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呢，你可以随意调整它角度，它有那个 swing 嘛，所以不会对准那个煤气炉的话呢，那个火就不会飞来飞去啦。最主要你懂我意思，另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看到刚才星空小小的一个人，把这个东西也是小小的一个，吹过去，根本都是非常容易的啊，去移动它，同时这样子。的话我想问你哈，你家里有没有孩子啊、弟弟啊，在外头读书的？哦，有哎，有吗？对不对？房间小小的，是不可能一个人啊，还要装一个冷气吗？装了冷气，读完书还要怎么拆出来啊？是，真的是太麻烦了。有了这个的话呢，他就可以很轻易的呢吹一下冷风去读书，好好的专心呢。是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有地表最强套组，也就是我们 Mugen 冷风机，今天只需要269令吉，比起平常的价格再降了20令吉，哎，你看一下 Mugen 的升级版冷风机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产品啦。哎，真的，同时我跟你说，我们今天还会送你2个冰盒，加满遥控器，还有再加多一个冰盒。是的，所以就有3个冰盒了。还有这个呢，就是万能的工具箱也是要送给你。第二样赠品哦，还有第三样赠品，包括我们 USB 的捕蚊器一个。今天呢有3个赠品送给你，再加上又降价，所以我们又是又送又降价，真的太棒了！269令吉，我告诉你哦，你外头是找不到。你看我们顾客说些什么？他说这台冷风机哦非常的实用，同时呢，它在市价上呢非常非常的便宜呢。所以呢，你在客厅看戏啦，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都可以使用，整体感觉它是非常非常的凉爽的。包括说来自惠芳雪兰莪的惠芳也说呢，风力很好，而且还有设有这个夜间的模式，所以呢帮助他的睡眠咯，皮肤不干燥。掐妹意来自柔佛就说呢，他很喜欢他的设计啦，因为很轻巧，很容易移动，去到哪一个角落都可以，而且风力也很好，加
上冰块之后呢，更加的凉爽。真的，同时我要告诉大家，我一直要提醒一下哈，是用我们这一台Mugen的话，你可以真的是可以省钱。真的，懂为什么吗？因为它省电，但它没有用到这么电。哎，你看，68套，谢谢大家。真的，哎，你讲到省电这个呢，很重要哦。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一下，一般的冷气机的话，用电量860瓦，价钱就是65.35元，但是用 Mugen 冷风机的话，只是80瓦而已耶，6.08元而已耶，真的，所以是10倍这么多那个价钱。同时我跟你说，你家里如果有4台的话，你65.35啊，乘四的话，嘿，很多钱呢。真的，你这样子的话呢，你一个月啊，我跟你讲，你一个月的电费哦，其实可以买我们这一台 Mugen 了。哦，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哎，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啦，因为今天带给大家是2019年的地表最强套组，也就是我们Mugen冷风机269令吉而已。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Mugen给带回家吧。大家的是百里挑一万人之选的明星产品，品质保证，信心的所在，那就是我们今天Mugen升级款的冷风机哦，它创下了惊人的800万令吉，像素神话呢。是的， Mugen 的升级版冷风机更强大更凉爽，带给你是凉爽的清风，加水制冷，保湿又净化，真的。但是我告诉你，升级不加钱哦，哎呦，坚持更实惠呢。是的，因为它可以灵活移动哦，完整的套组带给你的就是我们的冷风机之外，还有2个冰盒，以及加上我们的远程遥控器。哎，今天我们的套组啊，还会送你一个冰盒、万能空气啊、空气箱，还有呢一个 USB 的捕蚊器呢。是的，一共是有3样赠品，这么多真的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而且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降价20令吉，因为呢只需要269令吉而已。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Mugen 下单订购回家吧。就是我们的Mugen冷风机，而且今天呢269令吉呢，我们一共是有3样赠品给要送给大家，对不对？真的，通常呢我们只有2样嘛，对不对？对。但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送给你，你看我这个小巧玲珑但是非常好用的 Toolbox，那就是我们的空气箱了。你发觉到没有，里头呢样样有你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呢，非常非常的实用。然后我告诉大家，今天非常的时常呢我们是没有使用的，或者是没有送给你，但是今天呢这个是送给你的。是的，这个呢一分钱都不用给啊。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呢最明星的还是我们这一台啦，也就是呢Mugen冷风机。第一，先来看一下它的外形，整一个呢你看，其实我站在后面呢已经是差不多遮掉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是多么的小巧一个，而且呢如果你看下来下面这边呢，它是有一个滚轮的一个设计，滚轮的设计呢很方便，就是呢你要向左移向右移，你要推去哪里呢都非常的方便，这就是它的轻便轻巧之处。而且整个外形设计是非常的时髦的，所以呢今天呢你不用担心讲说呢看出去好像有个大笨象这样子，对不对？绝对不用担心。而且呢今天呢这个设计呢，因为呢它不是一个就是风扇哦，所以呢就是你手这样子放进去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它有什么什么扇叶啦会打到，绝对不用担心。所以小朋友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安心的。当然今天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前面这个就是开关的按钮，这个呢就是风速的调整，我们一共是有3档的风速，包括说 low、medium， 还有就是我们的 high。当然呢，今天如果你要小朋友只是吹8个小时的话，你这边就可以按到8之后，8个小时就会自动关闭。还有就是这个 swing， 因为呢，这个 swing 的话呢，它这边就向左、向右这样子来喷的话呢，整个在家里的这个房间，你就不用担心讲说有哪一个角落吹不到啦。这个就是夜间模式的一个设计，夜间模式的设计呢，它
呢就会有静音的效果，所以不会吵到你睡觉。还有这个 cooling effect， 你放了我们的这个冰盒进去之后呢，你按一按这个呢，出来的那个风就是特别的凉爽跟特别的凉快的。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 Mugen 呢，那它除了一个冷风机之外，就是它也是可以变成一个过滤器，哦，那就是我们一个 filter， 你懂为何吗？看到这个哦，其实我跟你说，你家里所有的那些怎么讲灰尘啊，全部会卡在这边，但是卡了之后呢，你轻易的这样子把它拿去洗掉就可以了，发觉到没有？里面这个你看到吗？如果呢它在这里已经塞着的话呢，你只要呢用一个 vacuum cleaner 啊，是的，这个 vacuum 呢清洗吸尘机非常容易。还有，我要说，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好不好？这里呢就是我们放水的地方，是的，这里我们就可以放一个5L这么多的水。哎，我告诉大家，你这样子开的话呢，非常简单。你放水了之后是吗？它吹出来的风是有一个色气的，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一声哈，如果你在家里呢要更冷的话，你看我们家里都有冰箱嘛，冰箱里的都有冰嘛，冰块，对不对？我们只要把这些冰块全部放在里面就行了。但是哦，我们非常贴心，你懂为何吗？因为今天我们还会送你这些冰盒呢。这样子的话呢，通常是有两个嘛，对不对？是。今天我们一共给你三个这个冰盒，所以呢，我刚刚是讲啊，你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睡到天亮都非常安心。真的，同时呢，你看到没有？我们这里呢有香精耶，水性的香精，只要把它滴一滴的话，我跟你讲啊，你整个房间啊好像在 SPA 一样的，真的。而且你吹到的那个冷风呢又非常的凉爽，哎，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明星产品呢很多人都在抢购当中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电话是在战线当中的，我让你有一个更快的选择好不好？请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更快速的抢到我们这个明星产品 Mugen 冷风机，之余呢还可以赢取5%的 WOW 购物积分，下一次呢就可以换成这个现金来作为折扣了。对，今天呢我们跟你说样样都是让你省钱的，这个产品呢269零级已经省了，之后呢你的电费也是省了。我告诉大家，今天呢跟你讲啊，如果你把它购买回家的话呢，哎，大姐大哥一定会跟你讲，哎呦，哪灵啊，你好板呆呀。真的，哎，第一就是省电嘛，第二是什么呢？因为它非常轻易的移动哦，就比如说你今天呢可能说要放在房间的时候也 OK， 甚至是呢你今天呢可能要放去客厅的话也绝对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呢在厨房那边你可以用，哎，好远的，哎，我真是看不到。佳琪，你在哪里？我在这里。佳琪，哇，我在这里。我跟你讲啊，佳琪，我们这个木棍哦真的很会吹啊，它一吹啊吹得很强啊，吹到这么远啊。你看一下现在这边有多少呢？就是差不多18.9寸这样子。哎，你可以看到我嘛，你是看不到我了，对不对？你太远了。但是最主要是什么你懂吗？这一台不是冷气机来的，它是冷风机，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同时我告诉大家，你看我们已经卖出了82套了，谢谢大家。记得今天你看一下它的送风量呢可以去到这么遥远，等同于说今天呢可能说你在室外啦，或者是呢你在这个比较大的客厅的时候呢，都绝对不用担心讲说呢吹不到啦，或者是哎呀我要调整来调整去，因为平时的时候呢你吹风扇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可能说某个角度啊或者是某个地方太远了吹不到，但是冷风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至于呢今天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它的那个体积呢比起一般的这个可移动式的冷气机实在是小巧太多了。对的，我告诉大家，其实你看现在呢我发觉到，你看我们感觉到那个冷风到这里了，感觉上自己好像在云顶的那种感觉。真的，你看刚才我们讲了嘛，对不对？今天呢它的那个送风量呢可以去到这么的一个遥远，但是呢它的那个电力呢其实耗电量呢是仅仅的，比起冷气机来讲的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对，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大巫又笨重又太大了。你看用的那个电费有多少，看到没有？它这耗电量、啊、耗电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多少呢？你看到没有？来，其实这里呢是692.3，听清楚啊，692.3啊。我们Mugen呢多少？是的，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小数点只有2个位数而已，79
9.6而已。哎，等同于说什么呢？是差不多相差了10倍这么多。10倍耶！天哪！所以你看一下呢，今天的10倍呢，你家里的冷气机可不止一台哦，可能是有2台或3台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讲说呢，很多时候呢，冷气机啊是860瓦特，所以呢是差不多69块。但是呢，我们的 Mugen 冷风机呢只需要80瓦特，哎，你用的钱差不多6块钱这样而已耶。是，我告诉你哦，如果你在家里是。有4台冷气机的话，其实你每一个月的那个电费啊，都可以买我们 Mugen 的啦。真的，因为你看我们在市价哈只459零几，然后同时呢原售价是289零几，但是现在我们再下降给你20零几，就是说今天我们 Mugen 只需要269零几而已。是的，269零几。至于呢，我们今天是地表最强的一个套组，因为呢赠品不止一样，不止两样，是3样这么多，所以错失良机的话就是你的损失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Mugen 给下单带回家。 Wallstar 百里挑一，万人之选， Wallstar 明星产品限定直播， Wallstar 品质保证，信心所在， Wallstar Wallstar Choice 10月26日及27日一连2天现场直播，以更豪华的套组，更特别的优惠呈现给您，把握机会，不容错过。Wallstar 开启品质生活。你看到吗？因为呢，我们这个 Wallstar 呢，不是任何商品可以进来的，只有呢9大人气商品才可以跻身我们的 Wallstar 的行列。真的，但是今天呢，我告诉大家，我们这台 Mugen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因为呢，我告诉你哦，其实它可以让你省电，同时还可以省钱，还有你现在购买的话，只需要269零几而已。真的，哎，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会讲说，我们哪一个地方呢很热的话，我要装冷气机，但是你要装冷气机，外面一台多少钱？1000多块，然后你要来找那些人来安装的话，可能要500块，然后你又要把那个墙打掉，要花一笔钱，对不对？但是呢，今天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啊，因为呢，只是269令吉，你就可以把我们的 Mugen 的升级管的一个冷风机给带回家，加上呢里面有2个冰盒这么多，还有一个远程的遥控器。哎，真的，同时我们还送你多一个冰盒，还有因为今天很特别，我们还会再送你一个工具箱，还有哦，我们套组还在送你一个 USB 捕蚊器。今天的免费赠品哦，有3样这么多。真的，因为平时只是1样2样而已，但是今天我们是3样赠品呢，通通送给你。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 Mugen 的升级版冷风机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呢？你看看，只要看到我们的用户说什么，你就会知道了。Vivian 来自彭亨，他说呢很实用，然后呢试驾跟试驾来比真的很便宜。慧芳就讲说，还有这个夜间模式有助于我的睡眠，皮肤不干燥，喉咙呢也不会觉得很干。还有来自柔佛的恰妹也说呢，她很喜欢这个设计，因为很轻巧，很容易移动啦。然后放了冰块之后呢，感觉更凉快舒服。你看，他们已经讲完我们这个整个冷风机的一个好处了。是，所以我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外头的人都已经讲这非常非常棒。同时，我要告诉你再一次，一，它非常的省电。二，非常的省钱，所以今天不要再错过了。是的，所以呢，今天呢，269的一个 Mugen 冷风机，绝对要把它带回家。第一次降价20令吉，第二个就是有3样赠品这么多，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 Mugen 给抢回家。今天记得 Wallstar 整个周末都带给你很多不同的这个直播的优惠。今天呢，记得锁定我们的 NTV7 啦，天天精彩，天天 wow。누가 you are 눈에빛나물흐르게빛나면 Wall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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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里挑一，万人之选， Wallstar 明星产品限定直播， Wallstar 品质保证，信心所在， Wallstar Wallstar Choice 10月26日及27日一连2天现场直播，以更豪华的套组，更特别的优惠呈现给您，把握机会，不容错过。Wallstar 开启品质生活。